2500年前，落月先民们冒着生命危险，用绳索吊在绝壁之上，绘制出如此奇特的图案。可以想见，一定有人为了这片壮丽的岩画而付出过生命的代价。为什么这些神秘的远古图腾都绘制在临江的悬崖之上？落月人在描绘这些复杂符号的时候，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呢？古代落月人的生活与河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河流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可以带给落月人无尽的食粮。雨水滋润万物，可以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获。但是暴雨连绵，同样也能带来灾难。神秘莫测的河流，在落月人心目中是主宰命运的神灵。考古学家推测，祭祀河神很可能是落月人非常重要的活动。因此，这些岩画描绘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古祭祀典礼。正面人形有着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定位，无疑是祭祀的主持者。众多的侧面人形则是部落中膜拜神灵的芸芸众生。参加祭祀的人全都统一在威严庄重、热烈奔放的舞蹈节奏之中，构成一种如痴如狂而又神秘莫测的意境。可以想见，在2500多年以前，这是一场欢乐、庄严、神圣的祭祀典礼。为了纪念这场盛大的祭祀仪式，落月人动用部落的全部力量，在江边的绝壁上记载下了这样一幅祭祀图景，以便河流和天上的神灵能够天天看到这幅人类虔诚祈求的场景。